一会儿带你去吃啥呀？你想吃啥咱们就吃啥呗。你他妈瞎呀，这么大个车犯不着。不好意思大哥，我和我姐在这聊天呢，没看见。我操，咋了？一到下就晚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咋办？赔钱咋办？那你说吧，多少钱？多钱？10万。10万？你这不是讹人的吗？讹你咋的呀？说别的没用，赔钱。赔钱可以，但是我俩身上也没有这么多钱，你看看能不能少点。赔钱？赔钱也可以。小娘们，那还挺棒。要钱是吧？别动了动脚的，等我打个电话。电话打完了啊，多长时间钱能送到位呀？我俩还有事要办呢，给你俩20分钟时间，20分钟钱送到位，这是我俩对你俩的不客气。20分钟到了，钱咋还没送来呢？给你机会不中用了，你他妈拿我哥俩当傻子呢？给你点时间不要我操！干嘛呀？你凭什么打人呢？我不光打他。你再多磨叽一句，我他妈连你也打。把他俩的车碰了，跟我俩要10万块钱，还要动手打我俩。要10万块钱是吗？没事哥，都不是故意的，车我自己修吧。见着我媳妇把你车刮了，照价赔偿。这儿到这里把钱取来。好嘞。10万，拿着兄弟。不是哥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别的兄弟，我女人闯的祸，我替她买单。算了算了，站住！兄弟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我赵公子活在这个世上，坚信三样东西：在世的父母，身边的兄弟，还有我怀里的女人。无论他犯了多大的错，闯了多大的祸，只要他受委屈了，那就是我的错。兄弟，我给你道歉，钱你拿着。那哥们儿，你啥意思啊？那你认为呢？好，今天你们人多，我认怂了，你给我等着。行，我等着，我等你啊。哥，那不上回砸大车的小子吗？哎，真是他。走。那过程中想吃点啥呀，媳妇儿？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吃什么我都开心。老公，后边那车怎么一直跟着咱们？没事，不用管。
凝望蓝色抽屉，昼夜交替的神情，是抖落一地灰巧了，上回你把我车砸了，今天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媳妇过生日，咱这事儿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我看今天就挺合适，上次你们人多，我承认我怂了，但是今天你不给我交代，恐怕你俩都走不出那个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红旗街李少群吧？听说你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但是今天你如果想玩火，哎，没完了是吗？兄弟，别这么目中无人。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今天是我媳妇生日，如果你想玩就走。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行，来跟我进房间，我让你看看更嚣张。好大的排场，咋回事大哥？关门。你说什么？在红旗街呢，你想见的人都在这儿。你是想单挑吗？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，我李超群在社会上这么多年，什么人我没见过。你见过啥呀？我吃过亏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吃吃亏。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找我。对了，还有我，你不知道最近在扫黑除恶吗？你也太不低调了。你敢不敢让我打个电话？打，随便打。喂喂，我在红旗街被人围了，叫几个兄弟过来。那边的人你都干什么？别磨叽，快点。你初恋了，我可不敢碰。喂喂听见没？你触电了，跟我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是泪水滚落大地才。今天你过生日，没能让你开心度过，对不起。没事了，老公。兄弟们，今天记不住了，咱先清理垃圾，然后再睡。好了啊。这不是你性格呀、你的气质呢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只希望以后在红旗街我看不到你。我想知道你背后大哥到底是谁。我没有大哥，我也没有靠山，更没有背景。那你？我自己就是靠山，赶紧带着你的人给我滚。